发在树上抽取上千个大红包，尝新年小吃，算马是运气。这就是兔年初一在洛杉矶桑塔尼塔马场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是洛杉矶的大年初一，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一走进马场，新春气氛扑面而来，民族服装新年游行，试穿汉服，还有挂满红包、喜气洋洋的发财树。我选了个红包在这里，所以看看今天的运气吧。中国的传统小吃千万不能错过哦。好久好久没有吃到小笼包了，好想它呀。来了马场肯定要试试赛马的运气，赶快先去收银台兑换抽奖红包，选马下注。哇，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次呢我们买了四号，然后呢买了三个方式，就是 win place and show， 不管是它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，我们应该都可以中的，看看这次怎么样。刚才第三轮我们下注了，我们有一匹马是 bet on win， 就是它赢，真的是赢了。那我们来看看 280，这是我在洛杉矶的兔年春节，你又是怎么过春节的呢？祝大家兔年幸福安康，心想事成。我是白宇，来跟我一起走吧。